现在春节刚过，艺术类的考生们就开始紧张的考试了。日前有10000多名考生在江西冒雨参加艺考。我们来看记者华山来自江西南昌的报道。2月7日，国内230余所高校将陆续开始在江西省规定的考点组织艺术类专业校考，时间将持续近一个月。当天上午，江西南昌依旧春寒料峭，户外气温只有不到40摄氏度，但在考点参加报名和考试的学生无畏冷雨寒风，队伍排成了一条长龙，几乎是人挤人啊。考试还顺利吧，这天气有点太冷了。可能有一点点吧，就是考的是播音与主持。春节过得太匆忙了，就是因为要赶着来那个考试，然后在家里都没有待几天，然后去亲戚朋友家的还没有开始去，就过来了考试。南昌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小辉告诉记者，南昌大学今年作为江西省的4个艺考考点之一，一天的时间内就有万余名学生前来参加报考。